今日我哋嚇新人透視嚟到呢度，大家聽唔聽到啊？各位網友，有啲嚇嗰啲打 band 嗰啲聲啊嚇 ，band 聲啊喂，冇搞嘢啊！因為今日咧就有馬上風音樂會咧，就喺呢一棟工廠大廈嘅其中一個單位叫 Hidden Agenda 嘅地方咧舉行嘅。系啦，馬上封啊，即係馬上立即俾人封喎。馬上俾人封啊，真係有創意啊呢啲啊！呢度睇個樣子就知就係冧樓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冧樓係嗰啲 band 友就諗住唱到個冧樓咯，咁就可以風光大狀啦，幫呢座工業大廈可以話嚇。咁啊，事實上啊，係咪咁樣咧？又唔係冧樓啊，原來唔係冧樓，係俾人封啊！咪冇錯啦，成日話活化呢啲咁嘅工業大廈，其實係活化啲價格，將嗰個地價提升喎，搞到一班想搞。創意嘅想搞藝術搞 band 友，全部冇錢交租，搞到係咪？係啦，因為佢活化咗之後咧，我相信咧，即係嗰個地價各樣啊、租金啊，都會係貴好多噶啦，係嘛？唔使講啊，呢啲係逼住人哋繼續進一步將啲藝術家同埋打 band 嗰啲 band 友咧邊緣化，可以話嚇。冇錯啦，邊緣到大家揈下揈下咁樣啦，都冇地方揈啊！冇錯，而家冇地方揈啦，即係話八十後梗係要抗議啊，唔抗議。去邊度啊？直情喺立法會門前搞 band 啦！冇錯，咩啊？曾蔭權屋企門口啦、哎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我哋而家上去睇下呢個馬上風音樂會有冇人馬上風先好嘛？馬上風，咦？你啊？你想同邊人馬上風？就係受到呢個活化工廈影響咧，咁大家就開始就受到一個逼遷，同埋有唔同嘅可能有個租金嘅上揚呢個問題。咁呢個發展商咧就受到呢個活化工廈嘅刺激咧，就開始咧就不斷去收呢啲嘅工廈用地，就發展成為呢個酒店或者係其他商廈嘅用途。咁呢度咧 ，Hidden Agenda 咧就係一個多用途嘅藝術活動空間嚟嘅，咁有唔同嘅樂隊啦，唔同嘅藝術團體喺呢度租用，咁租咗一年多少少咧，就開始已經係俾人逼遷，咁我哋就趁住呢個最後嘅兩日咧，就開咗呢個馬上風音樂會，咁今日咧就係最後一日，咁而 Hidden Agenda 咧就係一個我哋比較近身嘅受到呢個活化迫害嘅一個犧牲品嚟嘅。呢次就無啦啦就俾人一個月前一個月後就要走咁樣逼遷咧，就覺得無辜嚇，咁就覺得係唔係我嘅問題咯嚇，就我覺得日後落去其他人再係咁樣哦無無辜辜就話要走，可能花咗多心嘅時間去做嘅地方就。冇人會問你一句就要你放棄啊！你可能受苦嘅代價。
阿和啊，佢系 Hidden Agenda 嘅租客，系俾人逼迁，即系我觉得好似菜园村嗰个感觉啊，唔知点解，你觉唔觉啦？即系好似成件事好似同反高铁系摆唔同嘅 context 底下，但系成个方法同埋成个论述都系好一样。嗱，一个成日都其实就俾新鸿基啊、恒基啊等等，唔知乜嘢咁样，因为佢觉得你冇经济嘅发展潜力咯，所谓。咁你觉唔觉得你哋冇经济发展潜力咧？唔过嗱，因为有表演。樓下買嘢飲嘅71同埋快餐店都會好好生意，都會好好生意喎。我哋係幫咗樓下嘅商家喎。其實我哋發現咧，呢度咧大家樂就逢星期六日係咪閂嘅嘛？你又點解咧？就冇人啦。咁但係其實你哋喺度搞 band show， 其實你哋都需要食飯噶嘛，都需要大家樂噶嘛。唔係你平時食飯點樣食飯咧？都係落樓下餐廳食飯咯。咁咪係咯，因為產業咪經濟咯，但會唔會你覺得政府係厚此薄彼，淨係睇重嗰啲所謂大地產商，係大地產商嗰啲，係咪咧？大公司咯，大集團咯，大業主咯，小租户同小業主佢哋都冇嚟過其實。喂人哋成日覺得你啲 band 友啊，啲藝術家揾唔揾到食嘅先？其實要作為一個 band 友同藝術家，就必須要自己去打份工去維持咯。係咯，所以一定不會找不到食，但是我哋至少是想發展我哋要做嘅嘢，唔係攞我哋要嘥咁多時間去翻工，揾翻嚟金錢做出嚟嘅嘢去揾錢咯。我真係貼嗰啲大地產商咯，跟住俾嗰個俾嗰一種嘅高地價政策係拉住你個鼻去走咯，我覺得係。喂，我又想問啦，你覺得今次 Hidden Agenda 係咪？敲響第一個喪鐘咧，即係跟住落嚟，譬如葵青區啊、火炭啊，諸如此類嗰啲，都會好似你哋咁樣嘅情況咧，不斷俾人加租啊，或者係逼住你去一定要咁樣咧，隨住個大潮流去咁樣走咧。即係火燒連環船啦嚇，跟住。我覺得係因為我朋友就做地產都同我講，而家啲大集團就係咁整棟咁收購，佢哋就係想霸地啊嘛。咁佢哋霸完地發展個佢哋嗰套嘢出嚟，咁咪話新香港咯，經濟咪好咯。咁我哋呢啲人就走曬，唔知匿咗去邊咯。即係進一步邊緣化佢哋，其實佢哋已經即係被邊緣化咗呢啲工廠大廈，而家進一步邊緣化佢，都唔知道逼佢哋上大陸啊？唔係啊，佢貴州啊，逼佢上去。貴州咯，逼佢上去。貴州，你逼讓嘅地方啊！你覺得政府係逼緊你哋啊，還是係幫你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，叫你去撈第二啲嘢咧？你覺得佢動機係點啊？政府咁梗係逼啦！咁我去至少，咁至少我哋做緊嘅嘢冇令到香港嘅經濟倒退噶嘛，係上升噶嘛，只不過係一小部分。但係如果整個香港的工廠區都是這樣的話，就是一大部分來的嘛。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，譬如這些今天租金大概每個月多少錢到？每個月幾千啊？其實是看每棟樓的不同，我這棟樓是雖然是舊式一點，但是就都不是便宜，都要去到5元左右一尺。5元一尺，但是如果一比政府那些活化一搞起上來，會肯定即係3-4倍咁嘅升幅啦，最少係15元尺啦。係啊，而家其實出面好多都已經係10元尺啦，10元尺。一句講曬，買飯盒去71買嘢，幾時都揾到15元尺啦？你明唔明啊？政府嘅 concept 就係咁樣啊嘛。佢哋唔應，我覺得政府唔應該淨係認為工廠淨係會有商業嘅嘢咯，文化嘅嘢都可以喺入面建立咯。而我覺得佢應該係批准翻更多嘅資助俾啲文化人士，而唔係再俾咁多限額俾銀行印銀紙啊！冇錯，我哋多謝曬你。咁你而家有咩打算啊？係咪搬啊？呢一度 Hidden Agenda 係啊，搬。但係搬你搬去隔離係咪個租金都係同呢度一樣，定係貴啲啊？搬到隔離街尾咁樣，貴啲定平啲啊？係咪話一樣啊？其實係。平啲，但係嗰度咧就咩裝修都冇啦，又漏水啦，又冇水錶電錶啦，自己申請自己跟啦，係啦，牆又爛曬嘅，咁就平啲，但係就個代價就係要自己辛苦咯，自己再搞翻好佢成件事咁樣。咁我覺得可能動員公民社會啲朋友同佢一齊去搞翻執翻佢咯。其實簡單嚟講，政府係無良，就要食要大唔要細，呢啲就唔係人。
咩李兆基啊、李嘉誠咪人咯。郭炳江啊、郭炳湘嗰啲就係人咯，成個觀塘區嗰啲新鴻基嗰啲咯。嚇、啊，嗰啲係人，呢啲又唔係人係咪啊？鄭宇華食屎啦、啊，林鄭月娥啲。你哋好似有一個上街喎，係咪有個遊行係咪？幾時遊行啊？2月20號遊行去藝術發展局。